咱们家生蚝来了啊！小黄车第一个链接，99.7斤的正宗乳上生蚝。今天所有去拍单的，直接给你们12斤包邮到家，都是清洗干净的啊！下单的还送芥末壳，还有生蚝刀。如果你们喜欢吃生蚝，小黄车自助去下单，12斤99.9米给你们包邮到家。蒜蓉生蚝又来了。 全都是大胖子，新年第一好，我来了。 来一个辣油版的生蚝，再来个原味的，太鲜嫩了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几包啊？998包。那点爱心的呢？9包。 关注的呢？10包。每包是多少克啊？每包200克，全是带黄的。在哪里购买？下方小黄车，特别香。今天来一个咱们家的鱿鱼仔，打开袋子就能吃的，开袋就能吃哦，这么一大个。这里面的话是它的籽儿。 可以拉丝儿的，小黄车第一个链接99元，40只，去下单的宝宝们啊，给你们发45只，独立小包装，开袋就能吃，简单又方便。如果你想吃的话，小黄车自己去下单哦。痞老板。 有没有食欲？想吃的扣个517。好久没有吃原味海螺了，今天来2个原味的，苦胆都不去了啊！上头。 黄，这个是苦胆，马上直播。